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，我的新专辑《垂直活着，水平留恋着》已经上架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这一次呢是十首歌，都是由我自己包办，当然还有我跟我的好友蔡米又合作的其中一首歌曲，记录了很多我觉得对于失去和存在之间的感叹，然后也是我现在这个比较尴尬的年纪所处的阶段，放不下的以及想要好好握着的，都在这张专辑里面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现在就上 Friday 音乐强力点听哦。